What?感觉不管选哎，二级直接来给 Rookie 压力。这波 Rookie 其实往下走的话，如果中 Q 会被耗血啊。还好升之前就是一开始上下路更刷一只，就第一只刷新的清洁线，刷新之前这个线权很重要，因为这会让你的野区。这波没跟上的话，就是黑旋风的问题，对吧？啊、如果刚刚那波挖掘机在正面，勾到好多小兵啊，这个位置感觉反打不了，这指回来吧，兵太多了。但是南风这位置还是很脆，直接被再定上，再交治疗在身后。回身想换 ，Q 技能定住一个平 A， 再交闪现灵光屏风，踢到之后再一下拍地板，但是已经没有办法再粘住了。这波赶上的打起来，发条触发了风起，一个大招直接是拉出闪现，哇，这个对线感觉无名打得很难受啊，毕竟 Rookie 是扛着球贴脸的、啊。对呀、啊，这个你沙皇对线如果直接打出闪现，其实是挺危险的。一会儿直接踢过来，雷克泰就在边上顶起来，红城给到。一波三连打完，打出奥恩闪现，再咬一口，杰斯直接闪现锤上去减速，再打满伤害，奥恩要死。哇，这波两个人其实，对于游荡跟 Holder 来说，他们对一个帅哥下来感觉要出事了。看看回跳的羊跳起来，盲僧 Q 到雷克泰就在边上直接闪顶打一套，但是应该要秒掉了，而且踢回来了一个宁交一个大招，女坦是先来的人，打了游荡一个闪现之后，女坦一直指到，也没有因为你是，哎，先看一下。挂点怎么又打一波？单杀了，可是还没蓝了，这位置顶回来很危险呀、啊！闪现一敲，跟闪一个 E 技能，但是雷克再来了，还好这边宁王支援及时。这波宁王没来，感觉帅哥要被单杀了。是因为还有一个 E， 这波还好是雷克再来 ，E 字有大招，感觉刮到了。但是我觉得 Rookie 级还有另一个原因，就是 RW 这个阵容确实太主动了，打到中期。就这个阵容，你看，哎，来了，想推回旋，推回来了。Rookie 这个闪现交晚了呀，感觉自己可能要死了，站着戳闪现最后一下。而乐意在绕 ，RW 这波看看要找机会，乐意被发现了，想先杀乐意。乐意这位置绕的有点太脱节了，一个大指大中的宁，但乐意这边应该是白给了。哇，这波绕感觉女坦走进来，想要抢视野，但现在发条的小小消耗，其实让 RW 这边很不舒服。这女坦这位置感觉要被开了呀，乐意怎么走这个位置？怎么又犯罪了呀？但是也不是叠不了啊，我觉得绿白刀其实不输给红白刀，对对，因为绿刀感觉这波现在他又迷茫了、哎、又被勾到，盲僧要死了吗？摸眼回来踢一脚踢在女妖面纱上，究其老撞墙了。哇，这波乐意感觉这局真的挺迷的，大龙或者是死，然后右边是还有机会活，可能要交闪对吧？我感觉就是他好像跟兄弟们这把语音断了，就感觉语音没在一个频道，那这样的话进错房间了。龙拿到发下大招，拉了两个一勾，勾到了正面，这边这边他开起来，沙皇交出位移，杰斯锤了下去，但是宁直接大招勾再一个闪现过来，再收一人，宁王这波直接打疯了呀，回去发条再一个 Q 大招粘住一字儿加出一经加闪现还是被收掉，后的还已经觉得团战溃败，想杀一个宁，但最后宁没有死的原因是因为南风给了一个钩子死亡判决，勾住了 Holder， 最后打出一波。十秒大概。来看下这波闪现一没一的 ，Rookie 又是用走位，然后回头一个 LP 八百大招，又是乐意犯罪，其实这真的又是乐意犯罪。你仔细想一下，你再仔细想一下，那是他有女妖面纱的，你想一下，就跟盲僧刚那一脚一样，就你闪现就算指到了，那个也有女妖面纱的。我觉得 RW 怎么说呢？就是他们的阵容，其实 RW 知道要干嘛，但是他们做不到，就是上高地。
那这时候 RW 现在的劣势，哎，这波不错，女坦这边直接开，但是没有晕到人进来之后直接被打断，女坦开个小水位，后来大招直接拉了两个前排啊，拉到无名了，无名这边节约秒，后面的女坦也被直接杰斯打点死，那失去了两人之后，这个团战对于 RW 来讲又是没法打的状态，杰斯又一炮命中了游荡，游荡这边只有一半以下的血量，无忌一个大招挂到了四个人，虽然非常帅，但是并没有什么大用，又一个勾到正面的奥恩，奥恩这边没有用附身已经顶掉，这一下死亡判决呢直接被勾死，剩下一个无忌还在顽抗，但是南风又来了，我又勾到了，这波要 Q 过去了，好长的死亡判决，勾到了无忌，教主倒在了光明顶前方，那这样的话应该一波了，只剩下游荡。我感觉这一波怎么说呢？就是我这样讲，观众应该很能懂，就是如果日女那个时间点开，这个羊也太慢了，就是已经变成是选手在各打各的一个后面的局了。真的是怪，我觉得这局首先恭喜 IG， 但对 RW 来说。